花莲的乡亲，到继续来关心地方。配合草屯镇交工国小将要举办60周年校庆，组织行动环保教育车进入校园，进行5天的展出，透过创意打造、以体验以及较趣味的方式，让学生会了解资源的珍贵和保护环境的重要，跟伊付出实际行动，都是伫生活当中。有组织志工用两个大火柜来打造，内部设计着12道的关卡，兼顾趣味甲教育意义的行动环保教育车，进驻到草屯镇的交工国小，推广着责任减碳的重要。环保餐具，然后购物袋之类的，就是很多东西我都没有，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用到。那透过这次的活动，我就知道说，平常出去的时候就带这些的东西会比较好。学到了之后，我回家之后都会跟家人分享，然后也提醒他们，水其实不用开那么大，就可以为地球省下很多资源。高年级的小朋友培训他们成为一个导览小志工，来为我们的中低年级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做导览，让全校每一个小朋友都对环保教育有深入的认识跟了解。组织行动环保教育车是交工一家子校庆系列活动重头戏之一。组织金辉表示讲，启动无到半年，已经伫8县市巡回展示，并且有超过着40000人次来参访体验。这边来个草屯镇，嘛希望讲各校的师生、社区的好朋友，做来体验，了解着保护环境的重要。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非常的相关，要怎么样来减碳，要怎么样来爱护地球，要怎么样来让经济能够循环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透过学校的展出，让全体师生都能够了解，同时也能够带回去邀请家长来参观。所展示体验的内容，包括让大家了解到为原料到加工运输的过程，所生产的碳足迹作为着主题，再个资源回收安怎制作成有价值的产品，吸引着无分年龄大小朋友做来体验，减少对资源的一个浪费了哈，以及使用。那对于这个资源使用了之后，也能够重新的再利用哈，再使用的一个概念啊，那整个的部分是符合环境教育以及目前循环经济的一个概念哈。组织基金会嘛，感谢着县政府透过补助交通车经费，鼓励着县内其他学校师生做来参观，将会展出到12月26号。记者林明新，长报道。